请问一下，真的是背着别人来听这场演讲，不能被直播播到的。对啊，好，那待会可能会转过去。如果你真的不要，就自己打马赛克。这个慢的十分钟跑，那跳是最后。那是泰国的时间。要灯光暗一点啊，比较凉快。好，我们还有两分钟，好，待会就准时开始。那个小椅子可以在那边坐，在墙。
来倒数是不是？啊，那个也不用倒数，人倒差不多了。那个待会可能还会有朋友会来，那就有空位再让给他们吧。好，那大家好，我是张震，我是灿烂时光的负责人。后面那一位站着是廖云章，他也是我们灿烂时光的创办人。那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这一场东南亚语言之间的千丝万缕。那主讲是我跟云章同年的同事蔡炳玉。那这一场特别要讲的是之前是新北市支持办的一系列的讲座之一。那也是因为我们就一天到晚在办讲座，而且通常都只要题目还不错的话就会挤很多人。那有一些朋友我看今天的面孔可能很多是新来的朋友，对吧？有一些是第一次来的，没有想到场地这么的寒酸，对不对？这个是那个模拟东南亚的状况，去东南亚的话都会坐地上，然后其实很不习惯了，因为我们台湾习惯坐椅子坐沙发。好，那坐地上其实有好处有坏处了。坐地上坐久了其实你会身材会变好，尤其你如果坐地上吃饭的话，你就吃不太下，然后你吃不多，然后你会一直移来移去。那坐在地上听演讲另外一个好处是你不容易睡着，因为你睡着会倒到别人身上。那反正我们这个场地很小，可是题目也都很有趣。那场地小跟讲者的互动也比较容易，而且讲者就跑不掉，被卡在前面。我猜今天来的主要都是对语言特别有兴趣的朋友。那灿烂时光东南亚主题住店，您就是顾名思义，我们当然是以东南亚为主。所以今天的楼上应该也还在上课，我们三楼还有一间。我们三楼只有一间，有一间语言教室，那会教不同的东南亚语言，那是收费的，那是我们活下去的一个办法。那一楼大家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些书，有东南亚文字的书，那是我们两年多前发起的一个带一本自己看不懂的书回台湾这个运动。那我们鼓励去东南亚出差、去东南亚旅游的朋友，回台湾的时候带一本你自己看不懂的书，东南亚书。那带到这边来，我们会集中再把它散出去，散到台湾各地愿意放置这些书的地方，让台湾的东南亚朋友有书可以看。好，那些书虽然是我们台湾人大部分都看不懂的，只有小蔡看得懂，那我们都看不懂。不过我们的善意把那本书带着跟着我们一起坐飞机回来，可以让在台湾的外籍劳工、外籍配偶有机会，如果他想看的话，他会有书可以看。那在异乡可以看到母国的书，其实是很珍贵的事情。那我们下面还有另外一些是东南亚主题的中文书，啊，所以有中文的东南亚书出版的时候，我们都会进。那不管是这些中文书，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些东南亚书，在我们的书店里都是用借的，就是你用原价借走。比如这一本书300块，你就给我们300块，你就借走。借走之后，你书上面可以划线做记号。写笔记，等到你缺钱的时候或者看完的时候你拿来还，我们就会退你300块，不会跟你啰嗦了，反正什么时候退都可以，只要在我们书店还在营业的时候来退。就如果已经关门了就拜托不要再找，就在我们营业期间你来退，你缺钱了你就来退，我们就会领回300块。我们希望书可以不断的流动，不需要放在家里，就放在家里不会看，那也不一定会看，那所以我猜各位也是爱好东南亚语言的朋友，有一些书也许你看完了，你觉得你放在家里没用，可是我们不是二手书店，我们不会跟你收购，我们会希望你捐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用这边当做一个基地，让书可以不断的流动，那就希望这个东南亚文化基地可以让下去，让台湾的朋友。其实主要是让台湾的朋友更对东南亚文化多一些认识，那让台湾变成一个更公平的多元的社会。好，那今天新北市的也没有来了，不过我们还是有感谢他，就是感谢他们支持我们办这一场活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我们的东南亚语言神人蔡炳玉，小蔡，请大家拍拍手。
hey,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者蔡秉日。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以前在四方报工作过一段时间，那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有而且还有工作环境，所以接触到很多东南亚的语言、文化、食物，还有很多东南亚的同事，然后还有很多的出外采访机会，所以也会接触在台湾的东南亚的，不管是劳工，还是留学生，还是东南亚的配偶。那所以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对语言也很有兴趣，所以有在这方面的话，就有很多的，包括理论上的，还有实务上的经验。那我目前是在做专利事务所，做专利方面的工作，就是帮客户申请台湾的专利。那这份工作，因为要帮国外客户申请专利，所以也是要用到语言的工作。那我今天那我们就先进入主题。那大家先看到这个第一页，这个是中间这个，这是东南亚国协的旗帜。那旁边有十个国家，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会牵涉到的主题。那我现在测验一下大家认不认识这些国旗。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边有十个，那其实东南亚还有十一个国家，因为还有一个国家东帝汶，它目前是东协的候选国，就是它目前还没有变成东协国家，东南亚国协的会员。那我先一个一个随便指。我们这边，我们麦克风传下去，知道的就讲一个，不知道的就把麦克风再往下传。那就给大家啊，还有光笔，你看多好。不用我指定吧，就大家认识哪一个国家的国旗就直接说。按中间这个就可以了。那应该到最后面就越来越难了，因为前面对前面先讲就是先赢嘛。来，先讲先赢。然后你可以，我跟你讲，我们书店还有另外一个规则，就是我们要让每个人都拥有发言的权利。所以你是可以拿到麦克风的，但是你可以不讲，你也可以选择不讲，你就把麦克风很斯文的传给下一个。好，刚刚已经提示过，这里面没有东帝汶的国旗，所以不要猜东帝汶了。嗯，按中间这个缅甸，大声一点。那个是缅甸的国旗。是，那是缅甸的国旗。好，然后赶快拍手。好，这是菲律宾的国旗了。拍手。其次，因为它太大了。是越南国旗。这是印尼的，是印尼的国旗。这边是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啊，没错。这边来都是高手。怎么了吗？可以 call out 了，这是柬埔寨，这是柬埔寨的国旗。左上角那个肉鸽空的，是文莱国旗。还有三个，打不出来，因为那个场地不够啊，所以就等到一楼去。好了，没关系了，应该随便，现在知道的人。左边第二个是应该是在我上面选下的，是我知道这个大家这个还有两个泰国是泰国国旗，最后一个这个有大家都是
高手。辽国，辽国，对，是辽国国旗。好，谢谢。那我们来测验一下大家的地理常识，这就是东南亚的十一个国家。那我们先走。我们就按照顺序吧，从一号开始啊。那还有箭头，大家看一下，这是一号。那后面那个括号是它的通用语或是官方语言。那菲律宾的通用语是英语，还有菲律宾语。那在二号。好，那是越南语。啊，我这边列的语言，它是指它的通用语或官方语言。那实际上这些东南亚国家，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很多很多语言，所以这边列的只是它的学校教育会用的语言，或是政府机关会用的语言，不代表这些国家只有这些语言。好，那三号，辽国，那大家知道辽国的通用语？辽语。那再来是四号，缅甸。那缅甸的通用语？缅甸语。那很容易嘛，就是国民后面再加一个语。那再来五号，泰国。那它的官方通用语？楼梯。在六号，那它的通用语？哦，对，是柬埔寨话。我这边写高棉话，那这两个名称都可以。我们打断一下，因为后面还有一二十个人，我们可以再让一两个站了。好，谢谢。那椅子不要动。新进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继续哦，就是东南亚的地理测验。七号是这两块，那它的官方语言。那再来八号是马来，旁边小小的，那它的官方语言。英语。马来语。所以到底是都有吧？其实是四个。还有印度文。它就是坦米尔语，那个语言叫坦米尔语，是有四个。那以实际上使用的情况的话，就是英语是学校教育的语言，然后还有是政府机关的语言，然后找工作一定要会英语，如果不会英语找不到好工作。那其他四个，其他三个马来语、华语跟坦米尔语是在学校会教的语言，就是他们所谓的母语课。然后另外马来语在他们的宪法是有国语的地位，所以在他们国歌是马来语，就是马祝拉新加坡，就是新加坡前进吧新加坡。然后还有那个，如果看过新兵正传，有没有看过新兵正传？新加坡那个好像拍到四了，他们发号施令的时候是马来语，比如说向左转个吉利，然后向右转个橄榄，类似这样，就他们军队发号施令是马来语。那再来是九号，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汶莱的官方语言马来语。再来是十号，就是这一大块，那印尼的官方语言印尼。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岛，然后被切一半，东边那个国家，先猜国家。那官方语言？印尼语。葡萄牙语。那刚刚有人讲什么？除印尼语之外，还有个葡萄牙语。印尼语是独立之前，因为它是印尼的一部分，所以它独立之前，它的印尼语是它的官方语言。那独立之后就不是了。那因为它以前是葡萄牙殖民地，所以它有葡萄牙语是官方语言。然后还有一个本地很多人使用的语言叫德顿语，它是两个官方语言。那这些语言有些是跟我们的汉语很像，
就是中文很像，它是有声调的语言。那我这边列出了四个，有越南语、泰语、寮语，然后缅甸语。那就像中文有妈、麻、马、骂，就是四个声调。那这些语言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越南语就有六个，所以它就是有六个妈、麻、马、骂。那泰语就是五个。那我们等大家看影片来实际听一下那个六个声，越南语的六个声调跟泰语的五个声调，然后也是妈，就是妈的版本，那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先听越南语的声调，大家可以试着模仿一下，然后去听听看，然后试着模仿一下。有，等一下，我应该还没开。对，他没有那个声音，那个喇叭，刚没有接声音。这是第一声，那再来第二声。This means ghost， 意思是鬼。Zosa， the rising tone。妈，妈。This means mother， 意思是妈妈。Zou huyền， the falling tone。妈，妈。This means witch， 它是一个虚词。好，那前面三个就跟中文的一二三妈妈妈非常的相似，那后面三个比较困难。走海 ，The falling rising tone， 马马 ，This means tomb， 坟墓的意思。那再来第五个，走哪 ，The high rising tone， 马马 ，This means horse。意思是马啊，在最后一个声调。走哪 ？The low falling tone。马马。This means rice seedling。这个是那个种子的意思。好，这是前面就是他们六个版本。那我换一个，就是都一样的。这是换八的版本。啊，后面还有这是八的版本，也是六个声调啊，大家听听看。Here's another example of the six tones in action. Ba, ba, means three. Ba, ba, means governor. 就是统治者。Ba, ba, means lady. 小姐太太的意思。Ba, ba, means poison. Ba, 那个是毒药的意思。再带第五个声调。啊，ba。means residue。ba ba。韩语这个是随便的。at random。Once。大家分得出来吗？后面那三个。好，这个其实是因为越南它的南北很长，所以其实每个地方的腔调都不太一样。我刚这边有六个示范，六个声调是
北越，是河内的声调。那像台湾人比较多工作的，或是说你在台湾遇到的越南籍配偶，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南越来的，他们没有，他们只有他们的声调只有五个，也就是说第五个跟第四个跟第五个它是发一样的。那其实这个在学习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因为它每个地方的发音不太一样，就是它每张腔调不太一样。那因为我一开始接触越南语，我进入四方报接触越南语的时候，那时候就我们的主编张正跟我说，如果你想学越南语，有一个好地方就是都是越南人，可以让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讲越南语。那后来他带我去，然后就是在的地方是一个教会，然后我在那边的工作就是教中文。那教中文当然上课是用中文，可是因为下课的时候，因为学生都是越南人嘛，所以下课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就可以很多机会可以讲越南话。可是有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刚学没有很久，所以其实听说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差。那通常我会讲一点越南话，那越南人就很高兴，他就会跟你讲一长串，可是都听不懂，所以就非常的挫折。那大家可以想想看，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刚学一个语言，然后你很兴奋有机会可以跟母语人士讲话，可是你讲的他们讲的，他们讲一长串都听不懂，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呢？就是你会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步骤？比如说你会不会想说那干脆就放弃吧，不要来了，因为都听不懂啊？还是说我应该回去练强一点然后再过来？那就是大家还会采取什么方法面对这种情况？要放弃吗？还是回去练强一点再过来？练强一点，放弃啊？放弃好，我那时候有放弃过啊。后来就有几个礼拜没有去。不过那时候过完年之后，刚好过农历年，我就觉得时间还蛮多的，所以应该还是继续去好了，反正也没有事。所以我那时候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不一定要听得懂他们在讲什么，反正就是一直听他们讲。然后他们除了在教会的，除了教中文以外，其实他们还有其他的课。啊，有时候神父会有一些演讲，啊，就是一些很有趣的演讲，他会举很多笑话当例子，当然我都听不太懂啊，可是我可以还是跟他们一起笑，反正就是融入他们的生活。那渐渐的，我会发现说，我开始听得懂，就经过大概一两个月以后，其实会听得懂比以前多。然后因为有很多机会练讲，所以其实会慢慢进步。那这里面我还有遇到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之前在去教会之前，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有上过一点课。那上过课的时候，老师又说我发音不错，然后我讲老师又听得懂。可是我实际上去那边跟大家讲的时候，他们常常都说听不懂在讲什么，他们就一脸茫然的样子。那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是因为它有很多音都很相近，所以我会混淆。但是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可能是出于鼓励学生，或是说老师因为听过台湾人的讲过很多歪七扭八越南话，所以他可以听得懂学生的很不标准的越南话在讲什么。可是我在教会那边接触的越南人，他们都几乎没有听过外国人讲越南话，所以只要你发音有一点不准，他们就会听不懂。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腔调的问题，除了那个声调不一样以外，那还有很多发音也不一样，所以不管是我讲还是他们跟我讲，我常常会有障碍。而且特别是那边有北越人南越人都有，然后呢他们就会觉得对方讲的腔调是不标准的。比如说我一开始，因为我除了教中文之外，我在课余还有特别帮想中文程度比较好的算补习，就是教比较深的中文。那一位姐姐她是南越来的，然后我那些其他那边的北越人听到我是跟南越人学越南话，因为我一边教他中文，然后他也会教我越南话，他
他们就说你不应该跟他学，因为他是南越来，他的发音不标准。然后我后来跟南越人，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也有一次又跟我抱怨说，他的女儿考试考那个语文科啊，考听写，就是老师讲一个字，然后他在考卷上把那个老师讲的字拼出来，然后他考得很差。那为什么会考得很差呢？因为北越人讲话就是都不卷舌，可是南越人他有的音会卷舌啊、那有的音不卷舌，所以他可以听卷舌不卷舌来拼出正确的字。可是因为北越人都不卷舌，所以他女儿在写考卷的时候，就是把所有应该要写卷舌音的字母都写成不卷舌音的字母，因为老师不卷舌，老师是北越人，所以他就是抱怨说那个北越声音是老师自己发音不标准，而不是说他女儿程度很差，所以就他们会之间会觉得对方讲的不标准。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些是泰语版本的，这也是妈，然后也是有五个音。Here's our music lesson. Middle tone. Ma. Ma. Flat. 这个是来的意思，就是来动词那个来的意思。And then low tone. Low tone will start lower than middle tone like this. Ma. Exactly. Again. 有点下降。Ma. 第二个声调。And then we count four little. You go up a little bit and down. Ma, ma, yeah. 这个就是跟中文的四声有点像。Still four little, and then high tone. Start, go up and stop. It's very high. Ma, ma, yes. 这就是拉得很高，那意思是马，就是动物那个马。And then the last one is rising tone. It's how rising because go down and then up like this. Ma, see? Ma, okay? 它有点像先下降再上升，然后它意思是狗。然后这边它会五个声调，就是念一次。So five tones. Ma, ma.妈妈妈妈 OK Let's see the music. 所以狗跟马很容易搞混。狗是马，马是妈。其实大家的马都叫马。大家这个有可能是受到中文的影响，那个越南话是妈，然后泰语是妈、但是要真的要说的话，其实越南话有另外一个口语的讲法，叫马的话叫就是那个它里面那个范例，它是那个比较文言的讲法、平常讲话不太会用这个字。那稍微说一下，我这边有画不同的颜色，就是五颜六色。那我来解说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画。那这主要是反映出他们之间语言是怎么交流的，所以我用不同的颜色。那首先这个红色的部分这一块是越南。那越南它在历史上就是受到北方的中文的汉语很深的影响，所以它的语言里面其实有很多跟汉语很相似的词，那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些，会给大家猜一下。那再来是黄色的部分。那为什么寮国跟泰国我用同样都用黄色？那因为是寮语跟泰语，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它基本上，你如果有去过寮国的话，你会看他们家家户户都有小耳朵，然后接收那个泰国的电视节目，然后家家户户都在
看泰国连续剧、泰国综艺节目，然后泰国新闻，就他们可以很轻松，我就听得懂泰国人在讲什么，因为他们的语言差异很小。那在柬埔寨，这个橘色的部分是柬埔寨。那柬埔寨我换成橘色是因为它跟这个黄色两个寮国跟泰国其实是有语言交流是非常密切的，因为以前柬埔寨它的是高棉帝国嘛，就吴哥窟，然后它的领域非常的广大，就是从以前泰国中部这个地方，还有包括越南南部，全部都是高棉帝国的领土。那所以其实泰语跟寮语它是受到柬埔寨语非常深的影响，就是它有很多字其实发音是非常像的，可是他们吸收很多柬埔寨方面的字。那再来是缅甸，这个画成浅一点的颜色，它跟泰国、柬埔寨还有寮国的差异是比较大一点，但是因为他们以前历史上它都受印度影响很深，除了语言方面还有文字，所以它有很多印度方面的字，就好像英语、法语或是西班牙语，它有很多拉丁语或是希腊语的字那样，所以在缅甸语、寮语、泰语还有柬埔寨语，它有很多印度方面的字。那再来是菲律宾，我这画成浅绿色。那菲律宾的话，如果从历史来看，它受过西班牙统治300年，所以它有很多西班牙的字，然后后来又受美国统治，而且现在还有英语也是官方语言，所以它语言里面有很多西班牙语，还有它有很多英语。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数字。我那时候在四方报工作，我们有菲律宾的同事，那我就刚学，我想说我先学数字好了，然后你就教我从一数到1000好了，就是数字最简单的。那一就是它就叫伊萨，然后二就是达拉瓦，然后三达弗洛，然后阿巴里曼阿尼姆，再来是 C 九是 C 样嘛，有些我记不太清楚 C 样，然后三布十，然后一直到100是以上答案。然后我就说那1000呢，然后说哦1000 1000 我说我不像你教我英语啊，我要那个菲律宾语。他就说可是在菲律宾我们讲1000的时候我们都直接用英语，而且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时间，他们说几点几点的时候，就1点2点3点4点，这是西班牙语。所以它的数字有三套，就是菲律宾语一套，然后英语一套，然后西班牙语一套。如果这边有人学过西班牙语吗？数字有学过数字，他们一点叫做阿拉乌纳，然后就是在菲律宾语也是，然后2点叫阿拉斯多斯，然后阿拉斯特斯3点，阿拉斯 cuatro， 阿拉斯 cinco， 阿拉斯 seis， 阿拉斯 siete， 阿拉斯 ocho， 阿拉斯 nueve， 阿拉斯 diez， 阿拉斯 once， 阿拉斯 doce， 就是1点到12点，就是在菲律宾语一定要这样讲，所以它的数字有三套。那这是因为它历史上它又被西班牙统治过，然后又被美国统治过，然后现在又用英语，当有英语也是它的其中的官方语言，还有学校的教育语言，所以它的语言就是混杂的情况，就是有西班牙语的影响，然后有英语的影响，然后就还有它本地语言，就菲律宾语。那再来是印尼还有马来西亚。那这个地方历史上它是一开始是先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那所以它的语言里面是有一些印度的字，然后再来是受到在伊斯兰教传来，所以它有很多阿拉伯方面的字，然后再来是马来西亚被英国统治，那印尼是受荷兰统治，所以在里面就会有英语或是荷兰语。那我可以随便举个例，比如说书这个字，它就有荷兰语的不古，这个就是书，就一本书两本书的书，可是它又有印度梵语的 pustaka， 这也是书的意思，但是它是用在比如说图书馆，它就是 pustaka an， 那它也是书。然后它还有阿拉伯语的书，就是 kitab，
Agdab 就是宗教经典，所以它一个书就有三个字，然后用途都不太一样。那刚刚有提到，它因为马来西亚是受英国统治，那印尼是受荷兰统治，所以马来西亚它有比较多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它有比较多英语的词汇。那印尼的印尼话它就有比较多荷兰语的词汇。那比如说下面这个例子，在马来西亚 ，police 就是指警察，可是，在印尼语里面 ，police 是指保险单，就是保险单。那马来语的 policy 是保险单，可是它在印尼语里面，它是警察。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点混乱，对不对？有点饶舌，对不对？因为马来语这两个单字是从英语来的，那英语的警察就是 police， 所以马来语就是 police。那在英语里面，它那个保险单是 insurance policy， 就 policy 啊，所以它就从英语借过来就是 policy。可是，在印尼语它是倒反，它是从荷兰借过来的。那荷兰的警察叫 policy， 所以在它的印尼语就是 policy 就是警察，然后它的保险单是 police。所以在印尼借过来就是 police， 所以在这个词在马来语跟印尼语它是刚好倒反的。那还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马来西亚有一个印尼语有一个词叫 visa， 这个就是可以可不可以的可以那个意思，可是在印尼马来语里面这个意思是这个 visa 这个意思是毒药。所以在比赛运动赛事的时候，那个印尼人都会喊 Indonesia Bisa， 意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印尼可以，就是印尼会加油，印尼一定会赢的意思。可是这个词在马来西亚的人来看就是有点奇怪，因为是印尼然后毒药的意思。那刚刚提到越南的情况，它是受到很多中文的受到中文影响很深，所以它有很多跟中文发音很像的词汇。那我来念，然后大家来猜一下，就是我念的是等于中文的哪一个词。那如果有学过就不要猜，我们给没学过的猜，你只要是听那个音就好了。第一个是报告，报告，对，第一个就是报告。或者是报告，那后面有列出韩语跟日语，就是发音也是很像，因为这个字就是从汉语来的，就是韩语是报告，然后日语是报告，给大家参考。那第二个，保险，保险，保险，猜一下，保险，保险，那大声一点，保险，那是保险的意思。那韩语的大家参考就是 go home， 那日语是 hoken。 那第三个，等一下，第三个广告，广告，对，就是广告，没有错，意思一模一样的。那韩语的大家参考就是广告，然后日语是 hokoku。 那第四个，我帮你点什么？第四个是 get on， 结婚，大家越来越有信心。对，大家都很有信心，越后面越有信心。然后韩语是 kill on， 然后日语是 get on。好，那最后一个可能比较难一点，好心，好心，学生啊，对，是学生啊。那韩语是학생，那日语是学生，那。我只是随便举五个例子，其实还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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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这样的例子。我请问一下，那日语的，所以这个都是同源，对不对？还是说这只确定是？就是同源，就是互相借来借去，就是有一些近代的词，我不太确定是中文先使用的，因为日本在日文先使用。日本在20世纪的时候翻译了很多西洋的新的东西，然后他们也是用汉字写出来的，然后这些可能再传回中文，
有些是这样子，所以我不确定这里面每一个都是中文先使用还是日文先使用。但是不管是中文先使用还是日文先使用，就是这个词出这些词出现之后就被韩语跟越南语借走了，然后他们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发音念，所以这些字的发音都非常非常像。所以如果这四个语言互学，你在学词汇方面就会有很省很大的功夫，因为只是发音只有差一点点。那刚刚有提到辽国、泰国还有柬埔寨跟缅甸，他们从印度那边借了很多词，所以其实他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这四个语言学的其中一种，那要互学就会省很多功夫，就是在背词汇方面。那我这边有举一些例子啊，第一个是我念给大家听就好，这个不叫大家猜了。第一个是语言，那它的泰语叫做帕萨啊，辽语，辽语跟泰语几乎是一样，那就是帕萨啊。那柬埔寨语是就高棉语是，用光笔，是圆的那个。柬埔寨语是，可以请帮我吃吗？我这样不太好吃。谢谢。柬埔寨语念撇萨，那缅甸语念巴达，好像意思都一样，因为它的来源都是从，就从梵语来了。那。印尼文巴哈萨也是，它这个字是梵语的字，所以有人会说巴哈萨印度尼西亚，它是指印尼语的意思，然后巴哈萨马来语它是马来语的意思。那有人会说这两个语言都是巴哈萨，所以怎样怎样，其实不是，就是巴哈萨就是语言的意思，它并不是这个语言叫巴哈萨，而是说巴哈萨本身就是语言的意思。但是它是巴哈萨马来语，马来语，然后巴哈萨印度尼西亚，印尼语，所以不是这个语言叫巴哈萨，巴哈萨不是语言的名称，而是它是本来就是语言的意思。那第二个是文字，就是写的那个文字，那泰语叫做阿松，那辽语一样就是阿松，那柬埔寨也是阿松。那缅甸语是 Akia， 这样差很多啊。因为跟可以说明一下，它的缅甸语很多 R 的音都变成 E 的音，在某些地方它还是有 R 的音，但是在如果是仰光那些地方，就是像标准的缅甸语的话，它就是 R 会变 E 的音，所以它就是 Akia。 那 古代可能是念 Akra。 那再来第三个是朋友，那泰语跟辽语都是，泰语就是 mi， 那辽语是 mida， 那柬埔寨语是 ma， 那缅甸语是 mei， 那第三个是宝石，泰语是 ra， 那辽语是 latana， 那柬埔寨语是 watana， 那缅甸语是 yatana。那第三个最后一个是智慧，泰语跟辽语，泰语是班牙，辽语是班牙，柬埔寨语是班牙，缅甸语是丙牙。那这也是其中几个例子而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词汇。那前面讲的都是语言的部分，那我来讲一下文字。那这个东南亚文字其实主要就分两个系统，一个是拉丁文字，就是用跟英文那个罗马字母很像，那我这边是用浅绿色的部分。那不管是越南还是马来语还是印尼语还是菲律宾语，它都是用拉丁字母来书写的。那在黄色的部分就是辽语、泰语、柬埔寨语跟缅甸语，它是用印度那边的文字来书写。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举面举一个比较奇怪的，就是越南语，因为大家看越南语上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符号，那有人就问说这些奇奇怪怪的符号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它就是，如果用26个字母来标示，它音会不够，
所以他就在那些字母上面加了一些符号来表示不同的意。那我来念一次，我把这个字母表29个字母念一次给大家听，那大家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啊，然后第二个上面有一个帽子，他念啊，对。那第三个它上面有一个反过来的帽子，就是念鹅。好，那后面就是很像，就是杯 C。好，那再来这两个，就是像 D 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 D 中间有一杠。那我来念，就是第一个是 Z， 然后第二个是 D， 然后再来是这个 E 有两个，一个上面有没有帽子，那一个上面有帽子。那没有帽子的那个是念 A， 那有帽子的是念 E。发音有点像，然后再来是 G， 它就念 Z， 然后 H、E、G、L、M、N， 然后再来 O 有三个，第一个没有帽子的这样念 O，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样的帽子的念 O， 然后有旁边右边有一点的第三个念 E， 那再来是杯、菇、r、s、d， 然后 u 有两 u， u 有两个，一个是正常的 u， 然后一个是右边有一个逗点的。那第一个没有正常的，就是念 u， 那第二个念 e， 听得出来差别吧？一个 u， 一个 e， 然后再后面三个 v。Exe 就是长的 E 啊，因为它有一个前面有一个 E， 后面有一个长的 E。 那再来还有一些其他的符号，是前面讲的有些是变音符号，就是它音很相近，然后加一个符号表示另外一个很相近的音。那下面这几个是声调符号，所以你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符号，有一些是变音符号，有些是声调符号。那我这边列出了六个，就是刚刚大家很困扰那个妈妈妈妈。好，第一个是妈嘛，什么都没有写的是妈，就跟一声一样。然后再来一个上升的符号，就是跟二声中文的二声很像，念妈。然后再来是有一个下降符号，下面一点，这个叫做跟三声很像，就是妈。然后再来是一个问号，长得很像问号的，它就念妈妈。然后再来是一个波浪，第五个是一个波浪状符号，它就念妈。然后第六个是下面有一点，念妈妈妈。那再来是我们在另外一个音的版本，那我就直接念了，妈爸爸爸爸爸。哦，所以它就是声调符号。那哪一个声调符号，它就是那个声调，所以这个就很简单。我看起来很难，就是奇奇怪怪的符号，其实它的发音都是固定的。那刚刚提到那个腔调的问题，这个六个音是北越的河内的口音，那如果是西贡胡志明市西贡的口音、南越的口音，就第四个跟第五个是一样的，他们是分不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有遇到那个南越的朋友，他们有时候在写字的时候其实是会写错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到底是第四个声调还是第五个声调，因为他们念起来都是念马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们不会念马还是马，他们念起来都是马的感觉。所以这个很，这样就破解了，真的没什么。那其实现在比较困难的是那个印度方面的那个字母。那我稍微讲一下它的那个源头，它是。印度它是分成印度字母，它主要是分成北印度跟南印度。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分别是北印度系统的字母还是南印度系统的字母。那北印度的话就是在印度北部嘛，然后还有西藏这地方都是属于北印度的字母。那南印度的话就是在印度南部，还有大家看到东南亚的，不管是缅甸还是寮国、泰国、柬埔寨，这些是南印度的字母。还有到如果在印尼，他们古代有一些印度的字母，像爪哇字母，但是现在不用了。
就是古代的字母，都是属于南印度的字母。那我这边说一下，这边列出几个北印度跟南印度的字母。那北印度跟南印度字母最大的差别就是，北印度的字母上面有一条线，就是每一个字母上面都有一条线，不管是天成文还是孟加拉文还是藏文，它上面都有一条线，所以它写成一长串的时候好像有一条线是连着的。那南印度就是没有一条线，所以这是最大的区别。那这边有一些空格哦，这不是漏答，这不是我漏答因为这些字母它都是从印度借过来的，所以它会有一些语言它并没有印度所有的音，所以它那个没有音的部分它就不设计字母，所以就会看起来就会缺，就是没有，它就没有这个字母。那刚刚这边讲的都是子音字母，就是因为它的母音跟英文是不太一样的。那英文的母音就是 A 是一个字母嘛，然后子音也是一个字母，然后就是把它写成一长，就是从左边写到右边。可是这印度系统的字母比较不一样，子音看到这么大一颗的字母，它全部都是子音字母，然后它的母音是写在子音字母的旁边，有些是规定写在左边，有些要写在右边，有些要写在上面，有些要写在下面，所以它就是围绕在子音字母的四周围。那下面我举一些例，这个子音都是个的音。那比如说如果要写一个，它如果不加任何符号，它是念个的音，然后这边加一个，这边加一杠，它是母音符号，它母音变成长音的啊，所以这个就念，这个念嘎，就念嘎。然后这一个呢，它左边加一个这样这个符号，它就变 g 的音。那如果是右边的话，加在右边就变 g 啊，它是长音。然后 u 的话是写在下面，它有长的 u 跟短的 u 啊，那就是 gu 跟 gu。然后 A 也是有两个音，一个念 gay， 一个念 gay。 然后 O 的话也有 O 的话有两个音啊，就是写在右边它是 go 啊，这是 go 的音。那我这边还另外举一个南印度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有一点像，就虽然字母长得不一样，你看到那个这个个都长得不一样，但它母音符号的添加方式是有点像。比如说如果是长音的 R， 它就是写在右边，那如果是 E 的话，它就一条线然后写在右边或者是上面，那 U 的话就写在下面，那 A 的话是写在左边或右边，那 O 的话它是包起来的。所以这些字母在设计上，因为它都是从印度那边过来的，所以这些字母在设计上，等一下看到泰文它也是长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学了一个印度系统的字母之后，你要再学另外一个会快很多，因为那个概念是非常非常相似的。然后他们有自己的数字，就是他们用阿拉伯数字，然后有用自己的数字。那大家可以特别注意看一下泰文跟柬埔寨文，就是高棉文的数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寮文是差的比较多，然后还有缅甸文。那其实在这边特别讲一下高棉语的数字，为什么要讲高棉语的数字？因为它的数字计算方法是比较特别的，中文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十在就是十一，就十跟一嘛，那十二就是十跟二，那二十就二跟十，那二十一就二十一，很单纯，然后三十，可是高棉语它比较特别，我就念一次，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六七八九是怎么构成的。我先念一到五，一是 mui， 然后二是 b， 三是 bai， 四是 bun， 五是 bram。 那六，大家一二三四五，那六我要念六七八九，
六是 brown me， 七是 brown be， 八是 brown boy， 九是 brown wood， 十是 no。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六七八九是两个字在一起了？五一六就五跟一，然后七是五跟二，然后八是五跟三，然后九是五跟四，这是很不一样的。然后还不只有这样子，它的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九十啊，一百、一千，然后一万、十万、一百万，是从泰国话借过来的。所以它的二十。二十，我看这边有二跟十嘛，二是 b， 三十好，三十有三是 boy， 然后十是 do， 它的三十不是 boy do， 跟中文不一样，它的三十是跟泰语比较像，它念 something， 然后四十是不是 moon do， 它是 size， 然后五十是不是 brown do， 它是 hard 色，然后六十是 hot 色。然后七十是浅色，八十是白色，九十是高色，然后一百就是一跟百，那 muy roy， 一千是 muy bon， 然后一万是 muy men， 然后十万是 muy sign， 然后一百万是 muy lian。 那我这边再念一下泰语的三十到，那大家可以听一下，很像泰语是 sam si 是三十，四十 si si， 五十 ha si，六十 hoxi， 七十 jesi， 八十 besi， 然后九十是 gaosi， 然后一百就能 roi， 就一跟百，然后一千是能 pan， 一万是能 moon， 然后十万是能 sen， 一百万是能 lan， 这刚刚跟节目上听到有点像，所以在学这个数字其实有点困难，特别是我这边学1999好了，那要怎么讲呢？那如果是跟中文就是一千嘛，一跟千，然后九跟百，然后九跟十，然后就是九，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在那泰语也是一样，泰语就是一就是能嘛，然后千就是盘，那九就是告，百就是 roy， 九十就是九跟十，就是告跟 si， 那他最后面那个九也是告，就也是跟中文一样1999，但是在柬埔寨语就不能这样讲。在柬埔寨语你要先说一千，你要先说 mui 一嘛，然后千是 bon， 所以就是 mui bon。 那九百就是九是五跟四啊，所以就是 brown wood， 然后百是 roy， 所以就是一千，然后五四，然后百。然后九十它有自己一个字，就是高色，它是一个不能分开的字。然后在它后面的九是五跟四嘛，就 brown wood， 所以1999就是 muy bon brown wood roy 高色 brown wood。听在练，至少对我来说，在练听力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扰的，因为你听到 brown wood 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九，它不是五还是四。那刚开始我在学那个泰语字母的时候是用传统的方法，那如果你去外面上课的时候，他们也都用传统的方法。什么叫做传统的方法呢？就是指他们在泰国学校，泰国人小时候学泰文字母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差不多要好几个月才有办法把所有的子音字母、母音字母，然后还有声调，然后还有它的规则全部学起来。那我就先来讲一下，如果要学传统方法，他们是怎么学泰文字母的，还有当初是怎么学的。那这边有一张图嘛，这是子音字母，它有44个字母，那当然其中有两个现在已经不用了。那每一个字母大家都看旁边一个图，比如说第一个，那这个图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图就代表这个字母的名称。比如说第一张是一只公鸡嘛，第一张是一只公鸡，那它的字母名称就是鸡，他们就念勾改，
就是这个字母的名称就是狗改，那改就是鸡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呢，是第二个是一个蛋，它是念口凯，就是这个字母应该叫口凯，那凯就是蛋了。然后再来第三个是口捆，捆是瓶子的意思。然后再来是水牛啊，第二个就是口快，所以他们教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如果是英语的话就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N N O P Q S T U V W X Y Z。那泰国人是怎么念他们字母的呢？他们念 Go Gai、Ko Kai、Ko Kuan、Ko Kon、Ko Kuai、Ko Kon、Ko Rakang、Ko Ngu、Jo Chan、Chou Qing、Chou Qing、Chou Chang、So So、Chou Che、Yu Ying、多巴、多巴达、多恰达、头坦、头门托、头葡萄、诺嫩、多德、多岛、头屯、头塔罕、头吞、诺努、波白麦、波布拉、波喷、波法、波潘、波范、波三炮、摩马、尤亚、罗特、罗林、沃文、索萨拉、索日西、索斯、霍希、罗朱达、霍。好啊，好呢，呼，就他们是这样念的，就跟 A B C D 是一样的道理。那这只有子音字母，后面还有母音字母，就是跟你说的是啊啦，那个是一啦，那个是乌啦，那个是 A 啦，然后他们念的时候会这样念，萨达，萨达啊，萨达啊，萨达一，萨达一，萨达呃，萨达呃，萨达乌，萨达乌，萨达 A， 萨达 A， 萨达 A， 萨达。A 三打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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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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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 M， 然后就是三打 I 马来三打 M 旺，然后三打 O， 然后再还有声调符号，他们的声调符号是。而且比较麻烦的是它的刚大家有看到44的子音嘛，然后就把它分成三个类，就是一个叫中子音，一个叫高子音，一个叫低子音，那每一个子音字母是属于哪一类的子音是规定的，所以就是要背。那为什么要背这个呢？因为它泰语也有声调符号，那刚刚大家看到越南语是哪一个声调符号就念哪一个声调嘛，就非常单纯嘛，就跟注音符号那个一样，可是泰语不太一样，他们是一个这个声调符号配这个子音，然后要看那个子音是属于中子音、高子音、低子音，那实际上念出来的声调是不一样的。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一行、第一行是没有声调符号，它上面什么都没有啊。那第一，所以他们的，但是你要看它是中子音、高子音、低子音，但没有声调符号的时候，它的声调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念嘎啊，第二个是念卡，声调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没有声调符号，但是声调就不一样了。然后第三个是咔啊，大家可以发现是第一个跟第三个它声调是一样的，那第二个是不一样的。那再加了上面这一点这个声调符号，那第一个分念变成嘎，然后再第二个变成卡，声调是一样的。可是第三个是变卡，那再来轰下加另外一个声调符号是这个，那第一个会变成嘎，然后第二个会是卡，然后第三个变卡，所以这就是要背，他们就是在学校要背这个。那我这边随便举，这个应该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泰国那个。酸辣虾汤啊，那泰语叫做洞阳棍。那为什么？那我们刚刚学了那么多什么子音母音啊，然后还有声调啊。那我现在想，就是说，假设很喜欢吃洞阳棍嘛，然后你问泰国人说，洞阳棍这个要怎么写，然后他就会拼给你听。那泰国人是怎么拼洞阳棍这几个字呢？他就是把每一个字母都念出来，比如说。第一个是多岛，然后上面这多岛，然后再来是声调符号埋头，然后摩麻，然后这是油压，
然后萨拉安，然后锅盖，萨拉乌，埋头，摩乌。所以它洞阳，如果是英文的话，比如说 water 怎么拼，它就是 W A T 要啊。那如果你问泰国人说洞阳棍要怎么拼，它就会念成豆道埋头摩麻油压萨拉安锅盖萨拉乌埋头摩乌。他们拼字是这样拼的。那这个不是只有泰国，那缅甸也是一样。那我今天再放另外一个，这个是有人吃过这东西吗？这缅甸的食物，那个是鱼汤面，这算是缅甸最代表性的食物。我们这附近华新街嘛，就是大概500公尺的地方，就是它有个牌坊是南洋观光美食街，然后那边都是缅甸餐厅。那就大家去那边想要吃缅甸菜，就不知道点什么。就是点鱼汤面，因为这是缅甸最代表性的食物。不过它通常都是卖到中午吧，因为晚上它就卖光了。所以下次有机会可以去吃吃看。那这个东西叫摩辛嘎。那一样，如果你问缅甸人说摩辛嘎这个要怎么写，他就会这样念给你听，他用念一个一个字母念给你听，他用念骂，然后的敲你，那他好嘎咪。哈那达不散的龙宝卡龟猫恰不散的龙宝。好，那念快念顺一点，就是骂的敲印那达好嘎咪哈那达不散的龙宝卡龟猫恰不散的龙宝。他会这样念给你听。所以就是所以为什么要学前面那一长串，为什么你要背口改口改，就是因为你只有拼字的时候你才会拼。那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照片，这个是在新加坡的小印度拍的，新加坡那个地铁站拍的。那他们的地铁站会有英文啊，有华文，然后这个就是坦米尔文，也是印度那边的文字。然后这个是缅甸的公车，那当然他们公车是有号码的嘛，就是几号几号，跟台湾一样。就是大家发现这里面看不到有什么号码，因为它的数字是写缅甸的数字，所以这个是去缅甸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就算你知道搭几号公车，可是如果你没有背缅甸数字的话，你也看不懂它到底是几号公车。那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讲这几号，这个是2，然后这是3，然后这是7，所以是237号公车。那这是在柬埔寨照的，就是号称是 611 啊，然后24小时，就是去的时候还没有开。然后这个是在寮国拍的，这是寮文啊。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面有那个中文，对不对？它写什么击破锤，然后还有什么击破器啊，因为它这个是。它是台湾那个淘汰的游览车，然后就送到寮国去，所以那边很多游览车都是有，就是里面会有写急迫器啊，或者什么禁止吸烟啊。那这个也是寮文，然后这边也有寮国数字，在这几个，它是2550，然后这个是年份。就是2550年，那为什么要叫2550年？因为在泰国或是寮国这边还会用那个佛历，就是我们这边会有用公，就像我们这边用民国嘛，然后又有西元，他们就是用西元跟佛历，那算法就是佛历再扣掉543，就是西元，那反过来就是西元加543，就是佛历，所以今年就是你看2017嘛。然后再加543，所以今年2560年。然后他们的新闻其实都是会报佛历，所以在听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今年是比松潘哈罗2560，比松潘哈罗的好西，就是2560年。那你听到的时候就要转换一下，因为他到底是指西元几年，所以这在听力的训练也是蛮困扰的一件事。那这个是在寮国跟泰国边境拍摄到了，然后他这边就写英文啊 ，D
就是如果你携带，他没有写携带麻药，是不是？他是携带走私毒品的话，最高可处以死刑。他这英文有拼错，然后上面就是辽文，那是上面是泰文，然后就是辽文，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字形是非常像的，因为两个语言的很多，它的字母是非常像，然后念起来也很像。我可以念一次，大家就知道它两个语言是有多么像。第一个是泰文，它写 Lak lo nam kao ya sepi mi to sun suk teng pra han chi wei， 然后再来是辽语 Lak lo nam kao ya sepi mi to sun suk teng pra han chi wei， 帕汉西位，所以他念起来是非常像的，所以他们可以很轻易的听懂对方在讲什么。那这个是在泰国商店拍的，那之前大家有看到中文吗？他有泻药，这样不是泻药，看这个图也知道不是泻药。他泰文这边是写，大概就是英文的这个 detox tea 啊，应该是一种养生茶吧。那我不知道怎么中文写泻药，可能是 Google 翻译吧。然后这个是在就是门售票处，那他这边左边是写泰文，然后右边是英文。那如果大家有注意一下泰国数字的话，发现两边写的价钱是不太一样。这边是15跟30啊，小孩是15跟30。那这边泰文这边写小孩是5块，然后大人是15块。好、哦、像他们都很多地方都这样，所以如果你看懂泰文数字的话，可能可以用当地人的票价进去。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之前用过一些教材，然后还有一些心得。那大家如果要网络上找，就是把这个把这一串字输进去，然后就可以找到它的教材。那第一个是 Pipewin Publishing， 它是一个在泰国的出版社，然后它主要都是出版东南亚语言的教材，还有越南语，好像没有越南语，还有辽语、泰语、柬埔寨语，还有缅甸语。那它都是有基础的教材，然后如果是泰语的话，它会有比较进阶的教材。那这个是英文写的。那第二个是可能有人会知道，就是 Teach Yourself 系列啊，它是不知道是美国还是英国，反正它是英语教材。那还有第三个是 Colloquial 系列，那也是英文写的。那如果是 Teach Yourself 或是 Colloquial 这一系列，我觉得它的缺点在于它每一本都有大概10课左右，比如它通常到了第五课、第六课以后，那单字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就变得很难，因为单字太多了，根本记不起来。所以其实通常对我来说啊，我通常看到一半，我就看到第五课、第六课就学不太下去，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单字，新的单字出现。然后再来是白水社，它是日本的一个出版社，那它出版很多语言方面的教材。那它每一本书都有20课，那每一课就是对话嘛，然后右边就是翻译，然后还有单词，然后再另外一面就翻过去，它就是文法解说，然后每两课就有一个练习啊，当然这些都有附 CD 啊。那它除了它就全世界各地的语言都有啊，那像缅甸语、泰语、辽语啊、马来印尼啊、越南啊、广东话这些全部都有。那它的特点就是跟前面 Teach Yourself 很不一样， Teach Yourself 就是到第五课、第六课单字就会变得很多，突然变得爆炸。那它这个白水社的特点是它的单字量都每一课单字量都少少的，但是缺点就是读完整本还是会发现有很多基础的单字不会。但是如果太多单字的话，就是负担很大，所以就是学没有耐心学下去。那第五个是那个法语的 Assimil。哦，这个特点又很不一样，它跟前面这几套都会很注重文法的解说，而且它会单字会循序渐进，但是 Assimil 它是第一个它很厚，然后第二个它很强调自然学习法，就是它每一课都有一个故事情境，而且通常都是比较好笑的，
然后就是让你，他没有强调你一开始就要把所有的细节都了解，但是如果不适应这种方法的人就会觉得，因为一开始没有办法全部都懂，所以可能会很挫折。那还有一个学习用的网站，就是大家可以参考的，第一个是北伊利诺大学的网站，这是英文的。那它有，它主要是它有东南亚研究中心，所以就是有越南、泰国、寮国、柬埔寨、缅甸，然后还有菲律宾啊、印尼、马来语都有。然后它也有字典，但是我觉得它的界，因为它这个比较久了，所以它界面是有点旧的。它包括那些字型都是要另外安装，就是你没办法用 Windows 的字型来显示，所以它界面比较不讨喜啊。然后第二个是日语的，那个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如果会日文的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那它有分，它每一课都会有一个绘画，就真人绘画，就还有录影啊，然后就是然后会有一些发音的讲解，或是说它有字母那个拼字的讲解。那不过这些是比较书面上的东西啊，因为我自己有我之前学的经验，特别是柬埔寨语的经验。我那时候在报社工作，因为报社要出版柬埔寨报纸，所以要有人看得懂柬埔寨文，不然如果看不懂的话，就是天书，然后每次都要请柬埔寨的同事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就有请老师来上课。那大概上了一个月之后因为大家觉得太难了，我们很多同仁去上课啊，那大家觉得太难了，然后老师本身也很忙，因为他还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后来就中断了。那后来我办法就是报社就是有买一本教科书给我，然后我就用那本书学，那所以就是都是学那个阅读跟书写啦，然后那些发音都是很标准的。而后来我去了柬埔寨之后，我发现就书面上教的跟实际上他们讲的就是差蛮多的。我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吴哥窟的那时候，然后遇到柬埔寨人，然后他们就问我来了几天，就是你来柬埔寨几天了？那他们就问的时候是问猫满爱，猫满爱，猫就是来，满就是多少，爱就是天。可是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在课本上学到的不是这个，因为课本上标准的发音就是在新闻上会听到的发音，或是书写上那个拼字它是猫蹦满疼爱，就是猫是来，然后蹦满是多少，然后疼爱是天。所以就他的以柬埔寨人来说，他的口语跟书面语的发音是差很多的，而且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就他有地方腔调的问题。那还有比如说漂亮叫，如果是我在课本上学到的是 SPA， 可是他们口语的发音是念 SA。 那还有比如说女生是Sundry， 书面上就是我在课本上学到的是 Sundry， 可他们的口语发音是 Sui， 那 R 就不见了。所以如果是漂亮的女生，书面语发音是 Sundry Sa， 可是口语发音就是 Sui Sa， 就是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像我啊，课本上会教你是 Kenyon， 可是在书面语在平常讲话大家不会发音那么清楚，他会说用那个课就不见了。所以在柬埔寨语这个方面，如果你只有学课本上面，就是这个课本方还有或是正式的发音，比如说新闻的发音啊，如果你听新闻网站它都是这种很标准的发音，甚至连那个配音卡通，因为我看过蜡笔小新的柬埔寨文版蜡笔小新，它都是这些标准的发音，就它不是口语的发音。所以这个不管用什么教材，你到了当地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不适应，因为他的口语发音跟书面语发音很不一样。那我这边先告一段落，那我这边就把谢谢就是念全部念一次。好，第一个是谢谢嘛，然后再来这泰文嘛，考坤，然后这个是寮文是考宅，
然后这缅甸文比较长，是借助丁巴德。然后柬埔寨文是奥棍，那越南语是感恩，哦，就是感恩啊，就是跟中文感恩很像。然后是菲律宾语是萨拉玛，然后印尼语是德里玛嘎西，然后这是坦米语是南德里，南德里。好，那就先这边先告一段落，好，谢谢大家。谢谢小蔡，谢谢典玉。那讲起来，我们也认识十年了，我们好快十年了。但讲起来等于是我们在办四方报、办泰文报之后才认识。我们在2006年开始办越南文四方报，而2008年加了泰文报。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回到报社，然后就同事就跟我说，刚有人来找我，然后说要来当志工。然后留了一张字条放在我桌上，然后用泰文写的。他在想我是那个四方报总编辑，应该都会吧。我想，靠，这以为我很厉害，其实我看不懂。我刚刚想起来，一边听小蔡讲，一边想到，就是他摧毁了我学东南亚语言的信心。在此之前，我自己在越南待过几个月，就学了越南文，就会了一点点。那当然也没有学很好，就会一点点，可是已经是全报社最厉害，因为没有人会。后来为了办泰文报，就去救国团学泰文，然后很辛苦的学那个勾改口改，然后学了6个月，然后到现在已经忘光了啦，就那个字实在是很辛苦。不过小蔡就真的很厉害，他来的时候泰文已经很厉害，刚到报社的时候，我记得他越南文还不太会，所以我才请他去阮文雄神父那边有收容很多越南朋友，所以他在那边就练到了他后来的程度，就是他跟台湾人讲话，然后旁边的越南人会说：“哎，你的中文哪里学的？怎么学的这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办柬埔寨报什么，幸好有小蔡，所以他其实就自己搞起来，他教，我还记得你教佩香教我们的柬埔寨编译怎么打字，因为柬埔寨的那个输入法很复杂，而且很相对是新的嘛，然后是你把它搞懂了，然后教他怎么打字。对，就是要怎么输入啊，就是电脑输入柬埔寨文，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符号，要比较多按键才能输入。那就是我那时候的方法就是一个一个摸。然后就后来就有学，它其实大部分，柬埔寨文语的输入算比较容易。那容易是说，因为它主要是按照罗马拼音，比如说歌的部分就是科那个按键，那如果是哈 L 的部分可能就是了那个按键，那 M 那 N， 所以它要记得没有那么多。那如果是泰文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泰文就是要重新背一次，他们是按照他们的输入频率来决定那个字母应该放在哪个按键，跟柬埔寨文不一样。柬埔寨文它主要是按罗马拼音，主要是按照罗马拼音来对应，那所以泰文比较辛苦。好，总之小蔡就是台湾语文界里的东南亚神人。他们还有，当语文界这个，他们这个圈子里有很多神人。上次来那个叫什么？反正他们有几个有一些人就是对语言学习是非常有能力的。那我猜今天现场也有一些是非常厉害的朋友，那你不见得要马上暴露身份啊，或者你待会也可以，我们会后聊一聊，欢迎你也来讲一场，你怎么样击败，你怎么样收服这么多的语言。那接下来我就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或意见想要跟小蔡交流的？好，来，我先传一下，那可以拍吗？我就拍你了。不好意思，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按照一般台湾人就是以中文为母语的话，然后可能就学过英文，这样去排就东南亚语言的学习难度的话，大概跟那个什么程度，大概会花多少时间的话，大概会排出来这个难度。我没办法很确切的跟他说要花多少时间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还有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去上课，然后你自己每天花多少时间，然后你有没有在平常有没有在使用的语言，都影响到你学到一个程度要花多少时间。但是如果以你刚才有问到难度是不是
有点像那个外交学院排那欧洲语，就是按照、就是按照跟我们自己的母语习惯的相对哪一，就相对哪一个。啊，好，那因为刚刚我有提到词汇的比较嘛，所以其实越南语应该算是这些语言，如果不要论它的发音的话，但如果你学越南语在词汇方面其实是占很大的便宜，而且你可能会比越南人还厉害，因为你很多很深难的词汇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简单的，可是对越南人来讲那些词汇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比较深奥的词汇。所以如果以整体来讲，那我觉得越南语应该是比较容易学到深入，然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学到比较好。那其他的像不管是印尼语还是泰语、柬埔寨语还是缅甸语，其他的单字都是跟，如果以单字层面的话，它都跟中文很不一样，所以就是等于重新学一个新的语言，而且几乎都要重新记，所以这几个都很困难，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以发音来讲的话、因为第一个门槛就是发音嘛，大家学语言，那我觉得一定是越南语是最难的，因为越南语很多音都非常像，然后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腔调，所以你在训练不管是说还有在训练听力的时候，如果在一开始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发音方面。那如果是书写方面的话，那越南跟印尼是不太困难，因为都是罗马字母嘛。那如果可是像是泰国啊、寮国或者柬埔寨还是缅甸，其实都有很大的障碍，因为你等于是重新学一套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它不是很有规则。我刚刚有讲到很多规则，可是其实它还有很多的例外，但某方面是跟英文有点像，英文也有很多字它的发音你没办法只看它的拼字就知道它的发音。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英文的例子好了，这里面都有那个 OUGH 嘛，就是每个 OUGH 的发音都不一样，有人要挑战吗？然后每个都不一样，第一个是念那个 salt， 它的 OUGH 是念 O 的音，然后第二个是念 low， 它是念 O 的音，然后第三个是念 through， 它是 U 的音，然后第四个是 tough， 它是 off 的音，然后第五个是 bow。好，豹是大数字的意思，大根数字的意思。然后第二个是 off， 它念 off 的音，所以它就是每个都不一样。那在不管是缅甸语还是泰语还是柬埔寨语，除了你要学新一套新的系统，你要记很多的规则，然后它还有很多这种不规则的发音，就是虽然字是这样拼，但是它实际上的发音可能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如果是学写字的话，一定是那些印度系统比较难。那如果是发音的话，那一定是，我觉得一定是应该是，这对我来说啊，我觉得越南语发音最难。那如果是词汇方面的话，我觉得除了越南语以外，其他都不容易。那如果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速度最快会是，如果你能克服发音那些难关的话，那速度最快会是越南语。那如果你没办法克服发音难关的话，那越南语就学不起来。那如果发音的话，就是印尼语应该是算最容易的，因为它的母音最简单，就是 R E 五 A O 跟 A 的音，就六个母音而已。那其他像，然后像泰语也是算，泰语虽然就复杂很多，但是它的发音也是算比较，我觉得没有太困难，就是你要讲到让人家本地人听得懂，不是那么困难。如果相较越南语啊，越南语要讲到让本地人听得懂是比较困难，它门槛比较高。那这样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OK， 就是因为我之前是跟那个南越的老师学越南语，然后
是因为我自己先自己学过，可是书好像因为一般市面上书好像都是以北越方言做写，就是写出来，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第一个是就是这种，因为感觉因为我只认识越南语，所以不知道其他东南亚语言有很严重的这种方言的问题嘛，就会达到理解上的困难。那、啊、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如果主流教材跟你就实际应用会有些冲突，比如说遇到很多南越人，可是教材都是以北越语的方言写成的话，就是除了就是像刚刚讲去找更多的比较有权威性更好的教材以外，就在学习上有什么要注意，或是可能会遇到问题？啊，我先问越南语，那你说你有很多南越的朋友吗？我是跟南越老师学，然后是说，因为刚刚讲到说在台湾的那个越南籍的比较多是南越。这我要澄清一下，就是其实有分在台湾的越南人，如果是来工作的，以北越比较多；那如果是跟台湾人结婚的，南越的比较多，这是有分的。所以其实，在台湾你可以听到各种腔调，啊，连中越的都有，就是来工作其实也有蛮多是中越的，但都是中越北部啊，中越南部就比较少，中越北部。那所以你现在学的，你是跟南越老师学的。那所以你学的是南越发音还是北越发音？我是学南越发音，可是我因为自己用课本学过，然后我就拿课本去问老师，老师说就是他如果这样的话，他会特别用北越方言来教，可是他上课的话会讲他们家乡的话，他说这样我们去，就是说去胡志明市玩的时候会比较亲切，就是他说他如果是没有特别要求或怎样，他在上课只要会用家乡的方言来教，可是除非是像我们这种另外拿课本去问他。就不会特别的就是字正腔圆的发音。OK， 我以越南语的情况来说啊，我认为其实学不管是学河内的口音还是西贡的口音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两种口音就是透过电视，因为现在电视很发达，所以就大家都会看电视，就是越南人都会看电视，所以你不管是讲河内口音还是西贡口音，其实越南人都是听得懂的，绝对听得懂，因为不管是北越、南越还是中越，他们都听得懂。那如果他们听不懂呢？故意。其实他们听不懂，有人会说他们听不懂是因为，就比如跟北越人讲南越口音，或者跟南越人讲北越口音，他们听不懂，是因为你讲错了口音的关系，就是你应该在南越讲南越音，而在北越讲北越口音，所以他们才会听得懂。可是我个人的经验是，并不是这样。他们如果会听不懂，就是如果南越人听不懂你的北越口音，或是北越人听不懂你的南越口音，那是因为你的外国口音太重了，绝对不是南越口音或北越口音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所以如果你只是讲方面的话，你学南越口音或北越口音都是越南人普遍听得懂的，只要你的发音有像他们本地人，他们就听得懂，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听方面，因为虽然说学的时候我们可以选南越口音或是北越口音来学，而且他们北越口音跟南越口音其实是有转换规则的，但是听的话就没办法，因为如果遇到南越人，除非他有特别学过北越的口音，有些人会学，但是大部分人不会学，因为他们普遍都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所以他不会特地学。所以主要困扰是听力的部分，这种腔调不一样的部分，主要是听力的关系，就是对方会用他习惯的腔调跟你讲，那这方面其实就只能靠多听，就是一直听，听到你听得懂。那在网络上，以目前的话，因为我用的教材比较少，不过就说教材主要是以北越口音为主。但是如果你在网络上找那个连续剧啊，不管像越南本地的连续剧，还是配音的连续剧，因为越南人很喜欢看韩剧，韩剧都会配音，然后或是说配音卡通，像我就看过。配音的那个哆啦 A 梦，然后 YouTube 上面就有了，然后还有名侦探柯南，这 YouTube 上面都有。那不管这些东西，不管是配音的卡通、配音的连续剧，还是他们本地连续剧，还是这主要都是以西贡南越口音为主。所以，如果以听来讲的话，我觉得网络上其实南越口音的可以听的东西比较多啊，那北越口音反而比较难找到，所以。说的部分，我觉得你选一种，一开始你选一种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练好，那其实他们都听得懂。那听的话，
第一个是知道转换规则啊，但是转换规则其实是一个辅助你听得懂的方式，可是你实际上在听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想那个转换规则，因为他们都用正常的速度讲，所以这个只能靠多听，找那个有那种剧情的片，不管是连续剧啊还是什么，还有或是跟他们本地人多沟通，那其实听久了你会自然习惯他们的口音，就是听跟说的方便。那如果是其他东南亚语言的话，当然他们有不同地方腔调的问题，比如说泰语的话，泰语的北部东北部还有南部讲的就跟曼谷的口音不一样啊，那我也他们东北部的口音就是跟辽国比较像，就是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只有少数用词不一样以外，那北部也有一些腔调口音不一样，然后泰国南部的话就比较难听得懂啦，就是基本上连泰国人自己都有曼谷口音的人自己听泰国人南部人讲话都会有障碍，所以当然都有。那柬埔寨当然也有啊，就是比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些省略规则啊，比如说女生是 Snray， 那口语会 Say， 这并不是每个地方都会简化，因为我有遇过柬埔寨人说他就平常他不会讲把 Snray 讲成 Say， 他就讲 Snray， 所以这绝对是有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就是除了越南语以外，泰国语柬埔寨语、寮语和缅甸语，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腔调，只是说其实越南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太会去，虽然号称有河内音是正规的发音，因为是首都嘛，可是你到其他地方只要离开那个北越，那你会发现其他地方他们通常都不太会讲河内音，这个跟泰国情况就不太一样，如果是泰国你去东北，其实很多东北人他们两个都会讲，他会讲东北的泰语，他也会讲曼谷的泰语，他如果看到你是外地人或是外国人，他就可以讲曼谷泰语，然后如果他是跟自己人，他就可以讲东北泰语，所以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OK， 麦克风传一下。我也有听到哦，就是你好，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因为在泰语里面，它也会分有所谓就是一般大众的用语，然后也会有皇族用语或者是僧侣用语，然后他们这些的差异就是这只是在词的代换吗？还是会影响到文法句构上？然后还有就是会想要从这边延伸出说，就是在这些语言中，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社会的禁忌用语？可能像就是比较广为人知，可能是对于性或者是对于死亡会有一些代换词，那在他们文化中会不会有就是一些语言对于这种禁忌话题的或者禁忌议题的一些弯曲说法？这样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泰语嘛，关于那个平民日常生活用语跟皇族用语跟僧侣用语它比较大的差别主要是在词汇方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吃好了，就是吃东西的吃，它就很多种讲大概就很多种讲法。那如果一般在课本上你会学到大概就是金然后比较礼貌一点是叫坦金靠或是坦靠吃饭，那这是最普遍的，就是日常用语，你讲的日常用语。然后还有比较更礼貌的拉巴坦，然后还有像皇族用语，它就是三五而已。然后还有那种粗俗用语，就是骂人的，就是叫得。所以一个吃大概就有五六种讲法，然后有些是有些就是会有礼貌程度会不一样，然后有些是皇室在用的，然后是像僧侣用语的话，比如说僧侣他们会自称啊，贫僧。对，这就平僧，他会叫阿达妈，就不是用什么捧啊，或是卡巴照，就他会一个人称代名词也会不一样，所以他是词汇不一样。那如果是特别是皇室用语的话，它其实受柬埔寨语影响很深，所以皇室用语很多词汇是跟柬埔寨语会比较像。然后第二个是禁忌用语。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些
比较粗俗的讲法跟比较我们礼貌的讲法，这一定是有啊。比如说泰语的话，死亡嘛，那最一般，然后也不是那么礼貌的讲法，就是呆，就是死啊。但是比较礼貌一点会讲邪，那邪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失去。好，那像越南语也有啊，比如说越南语的死亡叫切，或是切，那其实这个是就是比较粗俗的讲法。那他们如果是讲到自己的，如果是长辈过世啊，他们不太会讲什么什么死的爸爸什么，不太会这样讲，他会讲用另外一个字么，就是比么啊，就是么就是失去的意思。所以他们有这些语言，他们会有在不同的情况，那依照礼貌的程度或是要比较粗俗的讲，他们会有不同的用词。还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就那个麦克风一个一个传过来，对，就从你旁边开始传，就每一个人都要拿到麦克风一下。拿到的时候，如果你想讲话，你就讲一下。那再传。对，我们就传完一轮，都没人要讲，我们就下课。哎，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然后我想请问说，就好像我从小在马来西亚长大的时候，我是跟这三个语言长大，还有两个方言，所以所面对到的就是有时候会有一点多语困境，就是我会把很多语言移的就很不 stable， 这样有时候我的中文水平会跌，然后英文会上，就好像以前我小时候的日记是用英文，然后到了大学过后就转去英文。你会面对这种状况吗？像你跟自己聊、跟自己讲话、对话的时候，应该都是用中文吧？然后因为有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我自己跟自己讲英文？然后会发现到对于一些语言，我有一些情感，好像马来文，因为小时候看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台的时候，那个 subtitle 都是用马来语的。然后大时候就没有看电视台了嘛，所以我看到马来文就想到我小时候的时候，那就想请问你对这些东南亚语言，好像你对泰文有什么感觉，缅甸语有什么特别的情感的？是，我应该比较有情感，应该就是越南话吧，因为那个学习的过程是跟越南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学的，所以它是透过情境学习的。然后有就是有用越南语吵架有嘛，然后出去玩有啊，然后吃饭有啊，然后所以就是他会就是对我来说有在生活上实际使用语言，它会变成我的一部分。可能就像你马来语对你来说，它是你生活上会接触到语言，所以它就是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那其他语言就因为没有这样的情况，我没有在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跟用这些母语人士生活在一起，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所以情感就没有那么深。那当然我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时候，我不会用越南语，当然是会用我自己最熟悉的语言。传过不要重复，要传新的。